完美打卡热点变成内战场，苗栗后龙现役后备决战探案，红色烟幕散开，表示登陆作战全面启动。头戴红色头盔，由现役干部扮演的攻击军不断推进。教招人员尽管在阵地里努力反击，依然不敌人数跟火力优势，一边后撤一边请求支援。我们如果发现敌军火力强大。 我军的火力遭到压迫时，我们会转移阵地。我这边连长会要求，会请求上级支援，让我们能够将火力压制回去。密集作战启动，预备部队开始前推交叉开火支援，目标先抢回失守的阵地。而主力打击支队也加入战场，后卫部队死守滩头等待火力支援。火力支援在哪里？附近586旅的云豹甲车。 即刻来支援，集中火力成功把敌军推回滩岸。汉光演习第四天，作战情境进入联合守土，实地参与滨海守卫战斗，加上学会阻绝无布置，教招人员虽然又热又累，却自信地喊出收获满满。就像现在的 A2式钩，前面不知道弹夹要数第几颗才开始扣那个子弹，啊，现在都知道了，摸得也比较熟，阻绝物架设也有学到。 以后会不会发生这样的状况？我不知道。但是如果有这样的状况的话，我也会极力去参军。韩胜另一端同样是知名景点，干部摇旗表示演习进行中。国军面对西部登陆热点，强化反击演练。虽然借进了国际冲突情势，却依然有进步空间。兵力大师诸葛，但是火力可能略显薄弱。这个应招员只用所谓的步机枪来做一个反击，但是其实整个后备有的部分呢，他们重兵器把这个662火箭弹或是说这162公里炮炮拿出来一起运用的话呢，这样会比较贴近民阵。反复推演在实际验证，汉光演习国军球星球变，试图找出防卫作战最佳解方。镜新闻叶副董又俊参谋道。